直播吧。11月7日起 ,CBA 常规赛第八轮比赛继续进行，辽宁主场迎战6连败的青岛。比赛开始，辽宁稳住局势，拉开比分。首节结束，辽宁分11-18领先。次节回来，吉布森和哈德森开启对标模式。半场战罢，青岛52-64落后，一边再战，辽宁外线不断命中，拉开比分。三节结束，辽宁101-85领先。末节上来，青岛反扑未果，最终全场比赛结束，辽宁主场136-117送青岛7连败。球员数据，辽宁哈德森39分4板4助3段，郭艾伦27分12助3段，巴斯24分15板4助。青岛吉布森48分8板8助3段，张成宇19分5板4助，约翰逊22分10板，焦海龙9分4板。比赛开始，青岛迅速进入状态，约翰逊中投得手，刘书南底角欧洲步突破打成2+1，张成宇转换跳投再中，郭艾伦外线三分飙中，随后妙传哈德之内线打板命中，哈德森突破再进，辽宁稳住局势。张成宇联手约翰逊继续得分，从明晨和哈德森外线接连飙中，郭艾伦罚球线跳投命中，哈德森反击上篮也进，青岛立刻请求暂停。巴斯高位跳投命中，侧首尾篮下取分及时止血，王庆明正面三分穿针命中，高诗叶外线及时回应，贺天举反击打成2+1，中程突破上篮两杀命中。首节结束，辽宁分11-18领先。次节回来，辽宁出现松懈，吉布森率队打出一波10-0高潮，辽宁立刻请求暂停。巴斯和吉布森开启互飙模式，哈德森三分也进，吉布森奉献精彩3+1，哈德君强硬2+1回应，哈德森挥手抢端上篮在中，贺天举和郭艾伦外线接连命中，吉布森再次打进3+1，郭艾伦蝴蝶穿花抛投进框，巴斯一条龙上篮再进，张成宇补篮得手，焦海龙外线对标郭艾伦，约翰逊内线不断取分，哈德森顶着防守三分连续飙中。半场战罢，青岛52-64落后，一边再战，哈德森空位三分飙中，约翰逊反击上篮得手，随后对抗拉杆上篮再进，巴斯中投稳稳命中，哈德君碾压内线放篮得手，吉布森外线对标从明晨，哈德森点飞防守三分再进，从明晨延续外线火力连续命中，双方温差来到20分，吉布森2+1止血，巴斯突破防守被扣炸框，吉布森拉杆反篮打将，高诗言妙传巴斯双手虐框，吉布森不断取分，李小旭连得5分立刻回应，张成宇风速三分压哨命中。三节结束，辽宁101-85领先。末节上来，张成宇正面三分延续火力，杨明内线妙传助飞巴斯，丁浩然技术罚球两罚全中，吉布森反击三分飙中，丁浩然膝盖受伤被迫下场，贺天举关键三分命中，古艾伦挺身而出连得上来得手，吉布森超越三分及时回应，随后顶着防守强硬上篮打进，古艾伦扛着防守两分再中，张成宇三分再进，古艾伦闪转腾挪打板命中，哈德森反击上篮打将，杨凯左侧三分飙中，李小旭联手哈德森外线连续飙中，吉布森打板入框，哈德森与郭艾伦内外连线不断命中，最终全场比赛结束，辽宁136-117大胜青岛。两队首发，辽宁郭艾伦、哈德森、李小旭、丛明晨、哈德君、青岛许江涵、张成宇、刘书南、焦海龙、达卡里约翰逊。